士，系今日心情点啊？今日心情又开心又兴奋啊！状态如何啊？状态 OK 啊，因为喺度瞓得很好啦，澳门同埋有 keep 住做运动。好啊，加油啊 ！Thank you。車都出四架車啦，我哋有三架都有問題啦，包括我自己架最小事嘅，咁我分別AMG 嘅 GT4 喺松山撞咗兩邊啦，跟住我隊友黃千龍咧就 FK2 喺東方灣撞得非常之嚴重啦，咁我架車咧就係我喺 formation up 嗰時斷咗搖臂個波子啦，個阿拉文歪咗啦，就行唔到直線啦，咁一路捱翻去 pit lane。所以我第一場車就冇起個蒲。係啊，好多網民都翻身，究竟尋日發生咩事？咁啊，出入入出啦。咁啊，今日尾位起步啦。心情冇乜特別緊張，又冇特別興奮啦，但係好開心啦。喺衝線嗰度臨尾翻嚟嘅 P12 啦。咁如果多一兩個圈，可以努力啲，捉多一兩架車。更加開心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架車咧，有 BOP 啦，咁有啲車又直路快，有啲車彎路快啦，咁夾雜咗所有唔同嘅車啦，咁變咗嗰個競爭好激烈啊。咁其實一起步其實都混亂啦，咁啊大家各自都揾位走啦，有啲係走到，有啲係走唔到啦。有幾個彎我自己睇啲煙，我其實都唔係好睇到清楚條路啦。喺上路度都好彩，因為我自己有前面有幾架車都 spin 得好勁，好在我自己又避得又過到啦。咁啊，好開心啦！其實自己都覺得好可惜噶，因為排位嗰陣時又揾唔到乾淨嘅圈去做時間啦，跟住到正賽又起唔到步啦，跟住正式嘅新人比賽咁樣嘅，係啦，唔緊要啦，賽車就係咁啦，有高有低，人生如賽車，經驗嚟。咁啊，盡量去調節自己嘅心情啦。我希望就係可以完成比賽。同埋 enjoy 場比賽啦。